大家好，我是刘哥。今天这个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年我拍摄的野生动物的一些作品。如果您喜欢的话呢，请您点赞、订阅和留言。您的鼓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谢谢。接下来影片就开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击画面右下角的订阅按钮，然后打开边上的小铃铛，选择里面的 All。 也欢迎您点赞或者留言，谢谢。